EP 394预告图，消失的贴纸。原标题 EP 394预告图，消失的贴纸。以播音员的介绍开始今天的拍摄。最先登场的雪橇组合，刘在石、哈哈、李向叶、穿梭。第二个登场的是冰壶队，戴着眼镜的智孝，面无表情，酷酷的感觉。宋智孝、全素敏、洪真英、江汉娜、李多熙。迟迟镇与梁世赞。李光洙。大家都以为这就是结束了吧？这周寻找 Running Man 的特别嘉宾，冰面上的复仇者联盟，尹成斌、金志贤选手。哇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正式开始比赛吧。Running Man 第一个项目，家庭套餐项目。今天是第二部 Running Man 第36届奥运会。消失的贴纸。准备了特别的祝贺演出，各组成员们拿出充满自信的项目，通过对决获得积分，拥有最高得分者的一人获得奢华贴纸。大腿摔跤，尹成斌选手和老虎选手之间正在进行中，谁能成为大腿最强者？如果想知道，请关注。4月1日星期日下午4:50，韩国时间。微博 RM 视频，一日晚上11点左右更新。公众号 RM 视频，2日上午更新。往期视频。在公众号首页正下方的导航栏哦。有什么疑问可以联系微信 Running Man Shaking。 今天又追加公开的照片，真英姐姐在那儿干什么？低哼，纪念照。对尹成斌选手的头盔感到神奇。